所以说呢，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，咨询是免费的嘛，你们可以打电话先来抢个位置啊，哎，把这个时间定一下，后续呢我们再来进行沟通。我们有几个团体，大家可以打电话来了解一下，电话号码是多少呢？40088031711。40088031711。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们刚讲的这些东西啊有一点点心动，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直观的了解，还有一种方法，来关注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里面有我们的详情的图文，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。我们的出发的行程，包括我们吃什么地方、住什么地方，都给大家写清楚了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40088031711。新闻，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3年第一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结果，监测数据显示，总体合格率为97.5%。6月30号，教育部近日公布首批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，共有7251种教材入选，涵盖全部19个专业大类，1382个专业。